大家好，我是街头杀手。今天我们要来玩指尖陀螺。我的指尖陀螺比较特别，我在这几天没有拍影片，因为我不懂我到底要拍什么，所以我就没有去拍影片啦。所以今天我要来介绍我的指尖陀螺。刚才因为我无聊没有事情做，去玩一下陀螺嘛。然后我陀螺的王牌是双鱼哦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发现到我有这样的陀螺，大概这样长，这样子的，然后它上面是这样子。因为太过无聊的关系，我跑去玩了。然后为什么会叫指尖陀螺特别版呢？因为刚才我放在手上还是会跌下来的。今天我要拍的就只是比较短的影片，所以我们就来测试这个指尖陀螺的威力吧。先把这个拿的插进去，一拿的时候放在手指上面，就变成指尖陀螺了。其实还可以做多特效，其实一开始我发现的时候，我是这样玩的，拿这个陀螺摆在上面，它就会转。这个想要倒不倒样子，又没有找到太大力，因为这个你转的时候，你抓住这边拉的时候，它就很痛啊！我手就因为这边翘起来了，痛不到我，所以我就没有拉到太大力，因为它一拉我，它就皮剪掉。那种子是没有问题的，也是超好玩。好了，我现在跟大家告一段落，喜欢我这次的指尖陀螺特别版的影片，请点个赞。如果想持续追踪，请订阅，不要忘记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